今天我们来吃新疆炒米粉。哇，这是我的小碗，这是我的大碗啊，应该是个大盆呀。夹吧夹吧，来给你块肉吧，再给你块肉吧。那我也有块肉给你。当当，秘密武器，我值了。放这儿了啊，我走了。哎，这个你给你块吧，你吃吧，好吧。哇，更快收回来。哇哇，给你们看，嗯，今天的炒米粉酱汁好浓，新疆炒米粉蘸汁好绝啊。哎呀，新疆炒米粉就得酱汁浓，就得芹菜脆。今天赚绝了，好多感觉，完全没把我自己的思再给五花肉吧，你也就得吃整根的。看，整根蘸酱。老公，这边准备的辣白菜，你吃吧。当当，新疆和延吉的碰撞。给它搅一下，看，呜呼，有没有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吃辣白菜根儿的？酸辣、香辣，全都有了。当当，哈哈。块带肉的，
咱俩此起彼伏的撒声。嚼几下去，哎呀，这个馕你烤过啊？好吃好吃，还脆脆呢。当当，哦，不要捣乱。啊！又去哪儿了？当当，吃大粒的。你这新疆炒米粉这个东西啊，你吃上你就停不下来，你一停就哎辣的不行啊，火爆。老公帮我拿个勺子来啊、哦。我大勺子前两天被我给啃坏了，再用几天。我疯了，我在拿勺子吃酱，哈哈。我还说我不提醒你，看你是不是给我倒的。我先偷偷喝了一口。看我洗脸一样，哇，这个声我听着都爽了。救命的冰可乐，谢谢老公。
馕啊，还有一些芹菜碎什么的，现在只能用勺子来吃了。自从大家说完你像羊驼，你可太像羊驼了。一根一根，一寸一寸，太辣了！你看我是怎么吃的吗？从齐刘海吃成了斜刘海。裹满酱的脆皮五花肉。今天最后一口，我不行了，太辣了。最后一口就这个，完全是为了解辣。爽。